天说皇帝，讲古讲家咧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叫林真怡，今仔要甲大家讲的故事是《山鸡母鸡》。听讲做聪是做错上疼痛，也是第一聪明的后生。可惜啊，食无几下就无去了。做聪亲像这个故事，大家自细汉就有捌听过。但是，佫有另外一个故事，体现出做聪的聪明，可能你就无一定捌听过啊。这个故事啊，佮动物有关系，为甚物呢？也是有人进贡。进贡予做错做身上一只山鸡，这只山鸡啊，哇，是真水，鸡鸡红叽叽，鸡爬溜是翘上天，一身躯鸡毛五花十色，伫个日头下底是闪闪烁烁。有别个幕僚出来讲啊，讲身上这款山鸡若是要翘不起来，哇，那是真水。听人安尼讲，做错就有了兴趣，真想要看这只山鸡是如何翩翩起舞，通激发伊文学创作的灵感，通写一篇传世名诗。不过，要如何让这款山鸡跳舞起来呢？这只山鸡对遐远的所在，一路载到这，载到这个时分的环境。真是惊甲死死喘，要怎样甲伊人甲伊刺激，互伊兴奋，较敢伫个众人面头前跳舞呢？有人想讲，摕好食的物件互伊食，摕糖、摕米，甚至是摕牛肉。但是这只山鸡淡薄仔就无兴趣，随便觅到两个啊，照样趴倒伫个遐。有人要甲伊吓，甲伊跳，甲伊扭。但是愈下这款山鸡愈惊，酒家动就唔敢点动。这阵大家就想破头壳，要怎样是好呢？这时啊，无几下遮冲跳出来，讲我有办法。虽然讲遮冲年纪小，但是大家皆真含糊，知影遮公主的迄个头壳，迄个天才。是无一般的。做错看到做聪，搁再要出来表现一下，心内欢喜搁积极，搁继空家伊骂讲：“嗨呀，你这个小鬼，搁再出来交叉气！”在座的只阿只阿伯，皆是鬼不来的墨水，什么物件无看过，什么代志无拄过，因就无招。阿你讲看卖，你有啥物办法？还让这只山鸡跳舞起来嘞！泽聪笑笑，呆呆讲：“有空帮我扛一面铜镜出来，愈大面愈好。啊，第一好是阮老母平常时梳妆的迄面上好。听伊安尼一讲，泽聪就叫人去搬啦。无人知影泽聪这个囡仔头壳内面是咧想啥物。”搁再要搬倒一出去，真紧，大面的东西就予人搬出来了。泽聪对大家讲：“所有人，包括阿爹，拢避起来，唔通待在遮。咱避的较远、较偏僻、较落，偷偷啊看。”大家就总听泽聪这个囡仔的啊，总四散开，避的桥啊边。离个门槛后，离个门四边偷看，这只山鸡看到无人啊，就开始大胆，往伫个四处踅几步啊，看到好食的啊，夺几嘴。咦，伊竟然看到另外一只山鸡，这只山鸡精神就来啊，讲：“哎呦，这只山鸡介啊这么大只，毛啊这么水。”但是为什么这只山鸡你直直给我上？伊就开始生气啊，讲：“好，我知影，你要跟我比对无？好，来比就来比。”这时啊，这只山鸡就天开始甲飞跳起来，开始翩翩起舞啦。伊看到的是倒一只山鸡呢？
嘿嘿，伊看到的是镜内面的家己，伊当然唔知影迄是家己的影，伊以为讲是另外一只山鸡，想讲是另外一只要来甲伊搭个山鸡。那这款山鸡为什么会偏偏起舞呢？就是因为有一款竞争的心的时阵，就会互相跳舞。所以这只山鸡得用十二分的精神，十二足的气力，认真的跳，跳起来有影是水当当。做错佮伊的遐无聊啊，隔壁的后边心中佮吹开开。这个代志了后啊，大家佮一摆承认讲，做公主有影第一聪明，第二有文化。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，感谢大家。